到了秋刀鱼的季节，用烤的超好吃哦，记得先点赞收藏，要看的时候才不会找不到哦。新鲜的秋刀鱼取出内脏，脊椎处的血要清干净，擦干水，撒盐巴、白胡椒粉，少许油，160度烤15分钟。记得关注我，获得更多最新食谱资讯。